台南市制作的本店使用国产猪肉商标。那因为这个商标上面有台南市政府关系，那将来我们欢迎所有的店家来申请。那合格我们就去帮他张贴，张贴完就要不定期接受稽查。爱用国产猪肉，很多事情，这个政治影响，专业的东西还有多。我刚刚讲牛肉，事实上莱克多巴胺的牛肉在台湾市场已经在2012年以后，这八年来已经出现在台湾市场，很多消费者都吃了。那更不用提它在国外市场，像美国牛肉、猪肉，他们含瘦肉精，本来就在美国市场。很多美国人也吃了。那日本市场进口的美国牛肉占日本市场的35%-40%之间，韩国也是。所以说这部分很多事情的讨论是，我不是说议员的讨论，我是说今天以前很多在网络上或者在媒体上的讨论是政治多过于专业。